大人哥张君令领正妹带逛资讯月。年度规模最大的3C 盛事资讯月将从今天开始，一连九天在台北世贸13馆登场。到底今年该怎么买呢？苹果副刊除照例找来展场正妹外，更请来新科金钟影帝，同时也是 Sony 代言人的大人哥陈柏霖和 Canon 美丽的代言人张君令带大家逛资讯月。我非常喜欢这台相机，我爱死它了，它适合女生，它可以直接单手拿，然后更特别的是它还有一个转接环，所以它可以接到你以前所有拥有过的 Canon 的镜头。拍照最重要的是品质，所以说我觉得 RX100 这一台我觉得比较好用。AX5R， 因为它的快速对焦，所以不管在室外的时候，捕捉一些，比如说你要拍动物的时间，没有在赛车的这种情况，就是会拍得会比较清楚。两位大明星除了认真推销代言品牌相机外，大人哥更对这台变形笔电相当有兴趣。然后非常方便的是，它是平板跟就是 laptop 的结合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选你要的选择的应用程式。代言人当然要认真推销自家产品，再来看看众家展场辣妹们又要带你去看哪些好货。告诉你最棒的休闲体验就在开心通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朗朗。我手上这一台呢，就是华硕的 Nexus 7，那已经在全球热销上百万台了。我手上这台 Acer Aspire A7，它除了外表漂亮，而且还非常坚固哦。更厉害的是，它还可以180度的躺平，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呀 ？2Y V2 拥有最高速的自动对焦以及边路边看的功能。这台是 P31。拥有大光圈的内单眼相机，让你轻松拍出全景式的照片哦。除了要到现场找辣妹外，大明星张君令也会到现场哦。在12月8号，然后在世贸3馆的 Canon 的摊位，下午2点整，一定要来跟我见面哦。动新闻只有苹果副刊有大人哥报道。